小孩子一天要吃多少种添加剂？早餐吃了点酱油炒饭，妈妈做的炒饭真香呀，想不到里面就有六种添加剂了。饭后来杯可乐不过分吧，可乐里面又有五种添加剂了，可乐真好喝，宝宝一口就把可乐喝光了。下午再来点糖果，我最爱吃空空糖了。今天买了葡萄味的，还有草莓味的 QQ 糖，真甜呀。还是不要给孩子吃太多，我问他分点给我。吃完紫色的再吃红色的。你看我这种吃法是不是很有创意？哎呀，又吃了八九种添加剂，好像有点多了。晚餐后来垫益生菌软糖帮助消化。哎呀，今天好像吃了43种添加剂。祖国的花朵就得加点料吗？